今年100岁的许木生阿公站得直挺挺的，迎接宾客的到来。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即将来临，迈入高龄化的社会结构，家有一老是现代家庭的常态。五节乡公所为感念长辈对村里和社会的付出与贡献，在重阳节前夕，由乡长沈德茂与代表会主席廖启贤前往96岁到100岁的长者家中，颁赠重阳礼金。拢是呢，拢是这样。啊，你是你是。规定有规定。无你爱信规定是嘛？是嘛？小姐款。是小姐款。妈，生几张嘿？生几张？生我小姐话，你要到12张啊嘞？要讲话吼，要大声一点。大声跳。因为他这有点噪音，我们要买一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这有你举来，这你搞到掉来，你举算我几张？手臂南山呐吼，啊这里，今嘛爱食噶百六。好，咱来特别来个祝福。啊，咱个工作吼，有都准备一个这个空气滤清器。咱拢知影，即马空气较无好，是大人吼，即肺部吼一定空气爱照顾，所以咱特别较贴心做一个空气滤清器吼，要来啊，穿衫有咱靠衫，啊，互伊这个内面空气啊，搁较品质搁较好，啊，这个生活环境搁较符合咱的生活需要安尼。啊，所以啊，你主席吼，即代表的支持，所以咱啊嘛有即、這个一束啊，即、這个吼贺礼吼，啊包括啊即、這个甲红包呀啦吼，促健康长寿红包，啊即、這个啊12元，啊搁恁一个礼券吼，啊过来，啊搁有即、這个甜蜜糕来祝福他吼，啊这个内面拢花花花吼，最主要是要来。祝福因啦吼，身体爱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吼，啊来长长长寿寿吼，食饱来啊，啊会当滴每工拢会当真快乐，啊来过日子安尼，好不好？多谢多谢。百岁长辈们的养生之道很简单，就是生活保持平静以及无忧虑的心情。我只有一讲。哎，身体健康是保持我良心道德。哦。哎呀，我有个毛吃什么？人家讲什么好吃啥？有加减忙吃那个，讲袂尽就对了。哈哈哈！哦。退休了哦，退休了哦，几点起来？几点睡？拢几点起来？拢几点起来？拢普通7点，我8点就困了，啊5点就爬起来。哦，你唔起。从我行行哦，那我去看看。起码，目睭歹，耳腔歹，脚路歹，较无去行。我本来是5点起来，就来行，到本来到起来。哦，了了了了。五节乡公所今年除了致赠礼金和礼券外，乡长沈德茂特别送来空气清净机，打开来插上电，长辈只要轻轻一按，就能在家中享受负离子的新鲜空气。对于无法经常到郊外的高龄者来说，真是一份贴心的礼物。从前祝福长辈寿比南山的话，都希望长辈健康假霸一。现在随着科技和医疗进步，加上养生有道，看看通论，研究古今，沈德茂乡长都改口祝福长辈们能够活到160。